喂，英子涵，和倒数第一坐同桌这么委屈你啊？跟谁坐同桌，并不会影响我考第一名。那你叹什么气啊？这个年级没有零超，我要这虚名有何用？零超有这么重要吗？小学五年级奥数竞赛零超第一，我第二。初一英语比赛零超第一，我第二。全市作文大赛初中组零超第一，我第二。哇，英子涵，你这么记仇啊？你也不用难过，我觉得林超也没那么厉害，他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考试机器，说不定他体育还没你厉害呢。他初中的时候参加篮球赛拿过 MVP。我觉得名次、荣誉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你已经很优秀了，干嘛非得跟林超？这是我的梦想，已经刻进我的脱氧核糖核酸里。什么糖什么酸？跟你说了也是白说，还不如多做几道题。